人家用灯照呢，哎呀，我只是让你感受一下。你这个会碍着我的事儿呢，你别。这干啥呢？怎么在我脸上刮了？采耳呢？你猜我在我脸上踩呢？对呀，人家采耳的程序是这样呀，痒死了！直接就是这样养的呀。哎呦！我说这就不是采耳的，这踩脸的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采过耳吧？咋没有？采过，清水杨波，杨波采耳，杨波采耳很有名的。我还是那老板给我采的，老板娘给我采的。那个老板娘她是原来在京城开服装店的，服装店开不下去了，倒闭了。然后在清水和别人合伙开的。太帅了。太帅了你啊！也就是比谢霆锋差了一个周杰伦吧。说吧。nice，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是采耳哎呀，人家我，China 只是在中这国儿，特色。别在那儿录呢。去做采耳师呀？原来这有啥可采的？一天才10个耳，就挣好几百。差不多接待了，接待快烦死了，脑子累死了。采耳干干净净的，给顾客采的话，他一动也不敢动。还洗耳朵呢？你以为洗哪？洗里面呢？他不是洗这儿呢，用点盐水把这儿。我这挺干净的了，干净着因为我自己家里有这，买了一两个这种这样的。采耳就是舒服嘛，又不是多脏的。不，那有的人耳朵里面就是可脏了。
这个那边，我把眼睛给看瞎了。谁让你干这个？我说，就让你在家做，谁让你干这个？吃多子吗？咋了？疼了？不疼。那你眼睛咋什么了？给观众抛个媚眼。这个用的是什么工具？套子的哈。耳耙呗。慢点，慢点。疼了？不疼，给这你踩深了。那就是耳膜嘛，可以让你往你耳膜的地方踩的呀。在外面关，在关在外面踩也不啥意思。抬上来你就能感觉到呀，你敢动的话，把你耳膜就给你戳开、穿孔。那你赔吧，给你赔呢？谁让你动的？我当动了，刚才你就动了。开监控，生了，戳着你的耳膜了吧？就长出耳膜了呀。又不疼，你害怕啥？疼吗？不疼，不疼的，你赶紧做什么的呢？一种酸爽的感觉，那就是让你酸爽的呀。要的就是那个感觉。哎呀，还有这个舒服，这个就像，别动！这个我像，在听声音呢，别动。OK，OK。耳膜上的舞蹈咋了？就是还累的不？你害怕呢？咋不舒服？舒服，舒服。才要命里无穷呢。下次我再给你捏个脚，你还没脚呢。妈呀！哎呀！Oh my god！刚才是鹅毛，现在是鸡毛。
正常吧。好了，嗯。就全部这个儿子就全部流传完了，是吧？就算是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呗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我不知道这个主要是有什么功效吗？让你舒服了呗，嗯，那不舒服吗？舒服。让你舒服了呗。嗯。怎么上的 SPA？中国特色，Chinese。别录呢，我还没有学好呢，其实我就没有学完。好了。嗯。太远了。告诉你面二十多不多？
是这样子的呀，嗯。就是这不对。我就像一个白内障，就像眼睛上的白内障，一层儿。灯打的对不对了？能开着吗？咋看不见？看不见不是给你出笼了？嗯，疼吗？不疼。那如果手轻重的话就疼了。再使劲的话就给你戳破了。不是，不敢。舒服吗？嗯。生了吧。这样摸上去，声音是不是不一样了？咋了？疼吗？不疼，舒服。
舒服。感觉这个不够舒服，这个毛笔硬，太硬了，第二毛不友好，不推荐大家用这个。鸡毛，不推荐大家用这个鸡毛，就和那扫地那个扫帚一样，太硬了，没有那个鹅毛那个柔软舒服。他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鹅毛，白的是鹅毛。不疼，舒服。你看你那种表情，就是把你疼的那种表不疼情。不疼，一种酸爽感。还得深呼吸呢。那这个会响，我就弄个响呀，不这不响吗？是。是的，人家。不知道是怎么是这样，咯嘣响一下，反正我的手没那么大劲儿，我弄一下，这样子。啊，对，必须这样讲一下，技巧，必须要咯嘣这样。你非得在身，非得让我在我身上打一下才行啊！是的。弄不响，这到供血完了就结束了，是吧？